我们的面膜的支持哦，我们的好评不断哦，看一点点都没有觉得黏腻的感觉，他的痘痘啦、红肿啊也都被舒缓了，敏感人啊也不会过敏了。就是他说他做完了果酸焕肤啊，皮肤很干嘛，可是他敷完之后完全没有脱皮，而且还改善了，而且超好吸收的哦，超多超多的评论，你们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去看大家给我们的评语哦，谢谢。那我还是要来教大家怎么来敷男女人面膜。大家记得哦，一定要把男女人面膜的珍珠纸一起放在脸上。我一定会把这边去折起来，这样子我的鼻翼啊，还有我的嘴角都可以敷。黏黏稠稠的，其实它是里面有添加了一些纳豆 PGA 的成分，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，也没有添加酒精，更没有添加香精，所以它闻起来是完全没有味道的哦。我们今天一样喝下去，又再喝一次，大家看好咯。天哪天哪，我知道你们也在荧幕前帮我们做了一个掌声，那我们就等15分钟喽。我们万和面膜啊，取完之后有很多粉丝问说还有没有在卖，当然还是有咯，我们现在官网上面有去做一些活动，你可能一次购买2盒，第二盒就是半价，那如果你一次购买4盒，那它就是有一个优惠组合价。其实还蛮多人说哦，它这一片敷起来啊，跟外面的生物纤维面膜啊一片200块，比这个还值得， CP 值还高。也有很多人说哦，我拿回家敷了之后，以前我男朋友都觉得没什么，结果这次他突然说哇塞你怎么变这么白，这完全都是男女人面膜给大家最厉害最惊艳的效果。像我们这样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先把面膜取下吧。噔噔，美肌水感精华霜。其实如果你有觉得说哦，我可能平常啊瓶瓶罐罐很多啊，怕很烧钱啊，非常的麻烦，其实这一罐就是取代化妆水啊、精华液啊、乳液啊、乳霜啊，甚至是时空胶囊等等。那这瓶怎么用呢？卸完妆、洗完脸之后，可以擦这一瓶就可以睡觉喽，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？它的质地啊是这样子的，是水凝霜的质地。而且它有富含很多种的珍贵成分，珍珠萃取液啊、纳豆 PGA 啊、瓜牛的萃取液，这些都是很珍贵、很珍贵的一些天然的成分哦。那我们这瓶美肌水感精华霜呢，它大概30秒，不夸张，你可能涂完半边脸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干。而且它有富含珍贵的甜杏仁油，还有的摩洛哥坚果油。但其实它，我现在敷完了之后，再上我们的美肌水感精华霜，我觉得皮肤是嫩嫩的感觉，而且不会黏腻，而且会有一种粉粉的感觉，它很快就吸收进去了。也有人说，哎，那我们的美肌水感精华霜跟面膜有没有一起做搭配？当然有的喽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网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优惠活动哦。拜拜。